今天来得太早了，潮水还没涨上来呢，还要等2个小时啊！涨潮了才会有泻湖出来哦。今天咱们来老石坝钓泻湖，整整涨了2个小时了。今天水位上不来啊！朋友们，今天潮水比较小啊，涨不上来。既然来了，咱们也试一下啊、哦！钓组还是以前的哦。这种石缝呢，都不要错过哦。8根筷子全部放好了，咱们坐着等个5分钟去看一下哦。不咬钩的话，换一个石缝。这里还有一颗螺呢，活的。什么东西咬住了呢？螃蟹，有螃蟹就没有泻湖的。他们两个是死对头。嗯，茄子茄住了，拉不出来。朋友们，开这根线、啊，咬嘞。悠悠，哦，还说海蜈蚣大哦。能呢，扔下就有个呢，能，太小了，把小的钓完，有没有大的？该你老爸老妈登场嘞！这根筷子落直了，没反应了吗？刚才看他抖了一下，咦，呜、哦！还是筷子头大，什么东西在咬？那可能也是小泻湖了。螃蟹，哎，青蟹嘛，我看到了。那，朋友们，看到啊？我不敢抓，咬人太痛了。看看试着能不能把它拉出来、哦、那又有了什么东西把我这根筷子拖下去了、哦、哦，总算上了一条，也是小的，直接把筷子都拖下去了。哎，通死钩了嘛？没通钩，怎么有血哦？快速解出来，把它放掉、哦。出吧。哎，这种筷子在动。又是螃蟹之类的吗？哎，这条不是，哦，来了，这一条钓到现在这么大的算最大了，我的老天爷！这个海蜈蚣给你当宵夜哦，没有通死钩的，血丝挂出来了，旁边水都透干了。只剩这么一块有水了，所以筷子啊全部集中在这里了。今天钓上来都是小的，我的目标一来一条2两以上的都没有。哎，这一根，哎，筷子放了。啊、嗯！筷子拖成这样还没有的，什么东西？这筷子直接拖下去了哦。来了，
今天碰到小鱼窝了嘛？哦，还冲得这么深，这不是金刚节指头啊，是蟹虎啊。那开尾巴呢，就知道太阳形状了。轻一点哦。哎，朋友们，水位都退干了，今天没有钓到二两重的蟹虎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了，今天全是小蟹虎啊，是不是水位不够高的原因啊？下次潮水大的时候再来。鱼口呢是很好，没有一条大的了。朋友们，谢谢观看啊，回家只能酱油凉拌豆腐了。